我放了点辣椒哈，我先试一下这个，我第一次吃，没啥味儿，就是牛肉的骚味儿。哇，那还有点烫，这原味了哈，我们先试一下原味的。哇，跟豆腐一样。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，反正就是牛肉的腥味儿。我还是加点辣椒吃吧，太腻了。应该加点那个味道会更好吃。这个骨头后面还有肉，我打算拿去炖汤炖一下。
太香了。